诉我，小林，你有什么兴趣？你喜欢看南美吗？什么南美哪一种？哦，性感的萨克罗奥布罗尤鲁诺，或是全部。欢迎来到那座的订阅事务，在这里一定会让你每天都感到满足。调查这件事情，那你就得付出相应的代价。第一次收到这种要求，虽然难不到我就是了。这可不是我的工作范围，真让人伤脑筋。猛烈覆盖了我们的星球，等待爱恋在寂静的仲夏夜中，请别害怕，依靠在我怀中。夜十五，每天夜晚总是为你温柔等候。夜十五，猛烈月光下的梦。